个地点就是过山车季，我们非常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来到这里呢，有22部车，然后今天这个安和田是过山车骑士，所有安和田人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样的职位、什么工作内容，你都会这一天回到这里来，一起团聚，一起庆祝这个祭典。然后呢，这辆车。凝聚所有的力量，所以前面会有小孩子很可爱卡哇伊童子军舰出现，然后每个人都穿着很正式的服装，打扮得很漂亮，然后前面先有小孩子，后面再有大人慢慢的看，前面只是前导车队有，那么看看看看看，好美的。另外一部车待会就要来了，我继续加油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是因为风像台湾的丰年祭，但是到后面的慢慢的慢慢的变成凝聚力量以及传承传统的东西，然后呢车子啊，在这个大街小巷都要经过，因为他们要骑马，然后非常快要进去转弯，看到车子前面大家只是先控制力那个方向对两条车，后面车子甩过来，因为每一条街都要走道，非常的。因为就像妈祖出巡一样，有没有？每一家经过地方就会啊，准备开始，我们可以现场。Thank you.